我操！苏太太，你做什么啊你？在在，今儿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俩这么熟，你不知道？你这朋友太塑料了。明明是张璐让跟他更熟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过现在不一定了。这男的还挺帅的。你竟然没见过世面，就他那样也叫帅？又不是周末连个校服都不穿，一看就不是干正经事儿的。哎，我听我们班女生说，这两天总有外校的男生来学校门口堵女生，还小流氓似的吹口哨。这不会也是吧？不行，我晚上得问问在在。我听我们班女生说，这两天总有外校的男生来学校门口堵女生，还小流氓似的吹口哨，这不会也是吧？阿让，阿让，就叫我去趟便利店。哎，钱包。钱包。这孩子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咋可以？你不吃啊？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哎，对了，你转学的时候有跟你之前学校的朋友说吗？那肯定得说呀，那好歹朋友一场。那，你有没说的人吗？还真有一个。隔壁班一个女生之前啊就总烦我，所以转学这事儿吧我就没跟她说。我要是跟她说了呀，她肯定又问东问西的，要是放假再来找我那就更麻烦了。哎，有时候啊这个人啊太过于热情，对别人来说是一种负担。吃空气去吧你。你干什么？有你这么对弟弟的吗？注意你的措辞，是表弟，谁付的钱归谁。不行，我要。不管，就是我的，我吃。再吃，你不许再吃了。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都很好吃，你尝尝吧。你吃了？不，掐死你！苏太太，你做什么啊你？我做什么？大哥是他在单方面殴打我，好吗？我送你回去。我不。苏在的。你可以嫌我烦，我也不是非要围着你转。走了。不说话呀，那人谁呀？就普通同学。普通同学？你忘了刚才那样了？那表情还以为我欺负你呢，能是普通同学？那他就是正义感爆棚，男生不都这样？哼，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们男生了。你刚刚在便利店为什么？算了，不想。哎，苏赛在呢？赛赛他表弟来了。他正好趁着午休带他去学校转转。正好帮他带瓶牛奶。表弟，那表弟来我们学校干嘛？好像是下学期要转过来了。哦，就是昨天我们在学校门口看见的那个男生。亏我还以为别的什么人。
你笑什么？没有啊。